你究竟是谁？这么好的疗伤药，竟然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你希望我是谁？ 你爱是谁是谁？那你心底到底希望我是谁呢？那个让你想下毒的朋友？也许我真的在死斗城里做过奴隶呢。 你希望我是谁？我们的心在一起跳。是啊，好像真的在一起跳。 我哪有本事干什么事儿啊？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。脚下是大海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只要我跃入大海，你就能带我走。但是这里是武神山。 你一个人来都受了伤，再带上我，只怕唯有死路一条。况且，我走了，十七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不想欠你太多的人情，你走吧。别忘了，你还欠着我的债务。 死人是没法还债的。放心吧，我这人一向贪生怕死，我等着你来讨债。告辞。回来。别白费功夫了，他既然能从海上来，自然能从海上走。 以后加强巡视。是。好，我果然教的不错。我看你心情不好啊，不如今天别练了。今日心情不好不练，明日心情太好不练，人生多的是借口放纵自己，有一必有二。 那我还学什么练剑？
膀太紧张了，胳膊抬得太高了。你可真不像个王妻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个野路子王妻。哎哎，你要考虑清楚了，我这个人怕疼，我没气节，而且我墙头草，如果日后细菌抓住了我，我肯定很痛快的把你老窝给供出来。把眼睛睁开。我不睁，我不给你日后杀我的理由。人手不多，只能给你四个。你不会把你所有的人都给我了吧？我留两个就行，你有伤，宣不好对付。在我没回来之前，一切听文小六命令。九头妖怪，你可别死了。我看你正在休息，就自作主张把景请了进来。幸亏你自作主张，否则就是我怠慢了哥哥的朋友了。青丘公子，哥哥在朝云峰，我立即叫人去请他回来。你若是没事的话，就坐在这里等一等，若是有事可以回去忙，我让哥哥去找你。我跟贝一会儿还有事情，就不在这里陪青丘公子了。走吧。我们一会儿去哪儿玩啊？你想去哪儿玩，我们就去哪儿玩。那我得好好想想了。好啊。你过来帮上忙。来来来，过来。坐。都跟上。好像血不够多啊！我不是见血。你不要命了？我是看那些药还没到，可是士兵等不及了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体质特殊，招来的全是祸事儿，可如今发现我的血能救人，心想也不完全是坏事吧。虽然不知道我的血能救下多少人，最起码能救一个是一个嘛。别干蠢事儿。